好的，现在我的游戏是《综艺异想世界》完结篇。啊，然后继续上次的进度。我上次逛哪里？好像就躲了那两颗，两颗吗？躲那个巡视的机械球，他把那个，那个谁来着？那个算博士吗？还是谁？市长赶走了，好吧，我记得是这样，应该快破了吧？还是还有很长一段剧情这样？哦，这个读取也是有点久。应该不会还有什么超凡的剧情吧？卡拉曼和卡利。啊，不管了，反正找主线把它打掉就对了。圣卡利，飞过去。是重返任务。圣塔利亚，这里的传点怎么不见呢？哦，这边紫色的，这个读取也没有超快这样。为什么跟支线放在一起？我需要用飞的吗？300公尺飞下来，看能中意的飞比较快。在玩飞弹的时候知道了，那不是比较快吗？哦，没有感觉比较快，但实际上它应该是有比较快。只是卡住就没有比较快。摔。传点，等一下。Love。草条香龙者，这个球要干嘛？为什么那么多个在一起？哦，格里德又要暴走啊！天使与天使。真好真好，你他们也太整齐了吧？为什么一堆挤在一起？这些东西到底在干嘛？在搞什么？而且都亮红灯了，我现在攻击会不会被围殴？我越来越多，那你们是怎样？你可以把路边其他的通通也一起弄过来。我走路走一走会卡住的，跟我一样这样。哇，好多！你干嘛？为什么有人在跟他们 PK？ 哦，巨人，拉我！哇 ！What？
那为什么没有那个大梯子？还没有集满气力。我、欸，他们越来越多。算了，踢不出来。那我用圈圈打。拍照，我在干嘛？毁灭之球。哎、欸，木星模式。哦，木星粉模式的粉碎。哦，原来那个东西叫木星模式的粉碎，就那颗大球。你看一次抓取五个敌人。不行，这个要升级。我现在只能抓三个。啊，那可能之后练一下再解好了。去指正厅，因为我还想杀哎、欸，杀了、啊。指正厅在哪里？哎、欸，他们警备队的数量怎么越来越少了？我觉得这样啊，到底要我去哪里啊？前往指正厅。那你们要给我坐标啊？这两个人呢？哦，没事，这两个人。哦，又是他，他怎么变红色了？哎，紫色了。我、哦、有点粉红，有点紫色这样。谁要问那个？要问。哦。阿基勒，他暴走了。我要换哪个模式嘞？我换射击模式。那有没有打到？我也不知道。哎、欸，他们没扣血，所以应该是没打到。换换重力好了。哇，痛！哎、欸，动作好快哦。哎、欸，我被后发限制，夸张。他比我慢攻击，可以打到我。我被后发限制了，还是用一般模式打哦。所以哥。球球都起来丢，害人呢、欸！哎、欸，用丢了他不会扣血。哇、哦！哇、哦！我被踢飞了。哎、欸，不能用。丢纸投东西打他也太卑鄙了吧！我原本开心的在旁边偷打了，今天用拳头打，还是我换一般模式看看。加油，拉文，靠你了！赏你一个重力击击。在哪里啊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快死了！什么东西？哪里有补血的？我记得不是满地都补血的吗？一中，啊！我把拉文也抓过来了，靠，好少哦！算了，我放弃了，不用再招。哎、欸，哦，不用打到死，还好还好。要逃跑吗？还是要变身？西西，哦，西西就是他姐姐哦。哦哦。吵死了！哦，真的是吵死了。哦哦，二打二啊！奇怪，毛病。
笑屁。超能力结晶化，现在干嘛？追吗？我就是要追。方向呢？方向，方向。我没有指方向哦。对嘛？那方向怎么玩呢？在哪里去啊？你是要打倒他，还是要？梦幻月球啊！喂，没有。然后这个地方又继续打的。到处都是补血的。快回来！寻找破绽中，其实是在看戏。真的不能砸他吗？会扣血的。哦，他冲完就会喘一下，偷打。耶，我知道怎么打了。我让你冲，让你冲。破绽，有破绽！有破绽！哎，这次的破绽怎么那么短？多少破绽呢？有破绽！操！为什么那破绽没了？我真的破绽被拉文中断了。要等我过来再一起踢啊！放大绝招吗？应该是不用吧。哇，又跑了！还是要变身呢？看样子是要变身。德加不是西西吗？哦哦，在干嘛？变身！我靠，这破坏力！哇，我满血！你们这样对吗？虽然我也满血，你这样没办法超破绽，要怎么打、啊？不能把他们分开吗？还是我现在丢东西可以砸到人？我快死了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！这什么破坏力？我快死了！救命啊！我被什么东西打到？我操！加油，拉文！我只在旁边帮你加油。哎、欸，攻击突然无效。所以这个应该是设定会输的，我给他追吧。咦，可是他有扣血啊，法力天使。看我的远距离攻击，完全不会扣血。那在哪里啊？左右都有箭头，有扣血啊。所以那个只是在讲干话对吧？进来就有暴血啊！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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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哎呦，拉文，都靠你了！我只是在旁边打酱油，我被封住了，被封住了，我操什么？打酱油也不行。是我认真硬 A 算了，说不定死掉剧情才继续呢。这感觉就不是普通人打的也没程度啊！那我在哪里啊？我要飞哦！哎呦喂！哇，死了！欸，这只扣血比较少啊，我可以抱头蹲转忘记了。
扣太少了吧？奥头兵长，哦，红血，我可以放绝招吗？掉了，啊，要打赢哦！哎，办不到，这怎么打赢啊？这怎么打赢啊？击败卡利天使，所以打卡利就完。你这伤害太恶心了啊！这怎么打啊 ？My God！找个地方练等吗？又是这种打不赢的桥段，是非打的，有没有找到方法？在哪里啊？我被弹开欸，黑洞攻击无效，是我先打西西，才打我，先打西西，结果我被打死了。德加天使，这两个天使在一起太恶心了。哦，哇，又死了，打不赢啊。这个远距离又不能丢，你还是有用那个什么新，不知道什么新模式，黄色的那个丢丢看。哦，哇，无效。远距离投掷无效，然后他们投掷我有效，实在太过分了。怎么是攻击突然无效？还是说我要跑掉？应该破血，应该是被那个拉文打的，这样跑比较快，跑比较追。啊，卡点了，卡点了。快点！我给他追，好笑。这只远距离攻击到底有没有效？效的话，我就飞到楼上打他了。哦，飞高高。他飞得上来吗？我不知道。喂，有飞弹。看我第几手而已，一点都不厉害。为什么掉下来？这个狙击点不能用啊！为什么会掉下去？可以狙得到吗？你可以耶，没有东西可以抓。哈，我在这边挂机可以吗？加油，拉文，都靠你了。有，我才有打到哦。拉文超强，来这里帮他加油去吧。哇，这也扣血！啊，我就决定在这里挂机了。这手册会打赢啊！喂喂喂，不能挂机，我被困住了。救命啊！这样怎么出去啊？只能等他过来打爆啊！没有，时间到就爆了。他不会飞啊！哈哈哈！他拉稳了，他稳死了吗？不是吧？我的怕呢？哦，我不要下去！去！哦，哦，做什么蠢事？
人家上面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跳下来？哦，又回到安全点了。哎、欸，拉文呢、欸？挂了吗？拉文大大，哦呦，还蛮集气 ，OK 的。可是怎么都打不到，我没有办法去帮助你啊，技术太差了。拉文加油！哎、欸，他被困住了。哎呦，到底我的 partner 会不会死了？也不会扣血，好扯哦！你打得赢吗？他是说要打败卡利天使，然后把西西带回去，还是其实我不用把他打到没血，打到一定的血量就撤退？哇，看他旁边那个会丢的东西，超扯！哎、欸，我只能丢三个，这样对吗？这游戏好不公平哦！你看，我又飘几个，超扯的啊！然后我东西丢了他们，他们还不会扣死。哎，看来不行了，我下去帮忙。这边飞踢踢得到吗？我把我人招回来。哦，被定住了。屁股坏，可以站在空中。哎、欸，这招是用来揪拉文的，是不是？奇怪，刚才打那么多还可以，哇、欸哦，拉文被关注了，我来救你了，他呢？哦，摔，这边有汽油厂在丢，人呢？这有扣嘿、欸、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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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没有什么地方有点高又不会太高，可以抓到东西偷打，却没有哎、欸。然后我一个打不了他们两个，我去那个屋顶看看。我觉得他们 AI 有限定那个可以移动的范围，嗯，这边好像不行，哈哈哈。本来想说这边好像可以啊，结果没办法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发、欸、生、欸、什么事了？啊 ，Vita， 杰森，打不赢啦！哦哦哦，剩一个，剩一个，攻击德加以唤醒 CC， 哎、欸，我没有东西可以拿了，这没有自动储存啊，哦，我又有东西了。狙击手再次出发，丢，谁那么慢打到？可以耶、欸，有没有多给一点东西？好的，哦，两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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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人呢、欸？好，别动哦，动，没有用。哦，我有两个，哎、欸，哦，可以，可以，那个最后一集，暗配的，我一直要损他一点点血，结果你跟我讲可以最后一集，
哦，被挡住了。切，难怪。晶体终结哦，都有剑哦。哇！输了。枪毙下。哦，为什么援军？啊，那两个来帮忙了。把人救走了，被救走了。可为什么不要战败直接被救走？你在那边打半天。然后装备要强化是吗？这三个人是谁？哦哦，又被分开了。把拉文还我。为什么？我需要拉文的帮助。在干嘛？强化技能。欸，拉文飞过去了。所以是在不同空间，是不是？最好跟着他。这几点啊？十欸。拉文，你飞慢一点，我要吃东西。跟着这个比较实在吧。跟着拉文，就是用来强化的点数。拉文应该会等我吧？哦，死好慢哦，一个都不想放过，因为有十点。欸，这边啊，他有在等我啊。OK 啊 ，OK。这边应该都知道玩家会停下来吃东西。还是有人都不停的直接飞走。哦，吃完了，然后人呢？欸，为什么这一幕会自己晃？到了又跑掉，两只手，喂喂喂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你下面外向的。为什么看我从缝里面丢下去？这个设计的也太厉害了吧？还是本来就会这样？嗯？还是本来就设计这样？哇，这个才二。闪亮的花石，我有新的花石。我在讲什么？哎，我为什么扣血？哟，这人也太强了吧！我还是要有点距离的。哦，这敌人有点强哦。之前的敌人有这么强吗？A 一下半条血，哎呀，欸，为什么这边飞起来超怪的？我搞不懂欸，为什么？他们在哪里？这边是不是有浮空乱流之类的东西？我不提了，没能量了。在谈话吗？再高一点，好，安全。他们在哪？嗯。欸，没东西了。这个。一只一只来，
连下几乎死要两下、啊。哦，过了吗？还是又跑出好几只来了？哇，飞高一点，超怕的那种。哎、欸，这种敌人。哎、欸，没死。哦，飞到外太空去了。哇！哇，好难打哦，加强版的敌人就对了。What？ 哦，我知。哦，没血了，哎、欸，然后地板还不是平的，可以给我平一点的地板吗？游戏的恶意在这边，不想让人家破关。哎呦喂！啊，游戏啊！没血了，我把死一死，从哪里就跑了。我还会跳，还会跳，那怎么玩？突然难度上升好多哦！歼灭敌人，我被敌人歼灭了。还是这些东西应该要留着，打后面那两只的时候，到底是什么东西飘起？飘起？莫名其妙自己提起。还是因为我的遥感坏掉了。哦，这大麦炸 ，take， 哎哎 ，take 个屁，没飞行能量。这次有点飞太远了，不知道踢不踢得到。天哪，好屁跑哦！哦，我刚刚普通的，因为踢到会弹回来。下一个能量降落，喂，那我在旁边，哦哦哦，哎，为什么那么多怪？哟，可以让我自相残杀吗？哦，还是不行。这个补品爆吧。说很快逃，结果在那边，他们太近了吧？然后怪物都没有自己对自己的伤害，觉得我在外面掉下去的话比较安全，不好说，直接飞进来了。一队友飞高高往下掉不就好了？哦，知道解决方法了。自己在那边说，嗯，诶、欸，
怎么捡不到东西啊？打他打他！哎，没了，这个可以丢的东西也太少了吧？这是不是有风之类的东西会把我吹走？把它张开。在那边等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不用自己晃？好像要我过去才会张开，是不是？这个，我，为什么我飞不动？救命啊！是这样的哦，嘿嘿，太扯了。这样怎么打？哦，飘，还有，哦，大师的，在干嘛？脱壳。哎哎哎！哎！一点都不厉害。打得超烂的，虽然还是赢的吧？还有吗？不要开这种玩笑。嗯，给我一个。跟着拉文继续前进，前进喽！飘的飞比较快。喂，又有吃的，从哪里开始吃？这里。哎、欸，没吃到。嗯？嗯，我还是换我原本的好了，那个飞太快，来不及反应。好像喝醉酒一样，可以飞得直一点吗？哦，我要停在哪里休息一下？哦，休息一下再继续。哦，被那只猫吓一跳。啊，就没有了，没得吃了。哇，我要打了。不是，我先把这个踢掉啊。它里面有那个装饰品。先踢掉再说。哦，我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只是要去偷玩一下手机，不可能就摔下来。
哦，我晕倒了，远程的，再碾一下，再碾一下，偷换个东西。好，继续继续。这没有无限的东西可以丢，要怎么打啊？一中攻击，二乙二乙二乙，哇，这个应该会输。哦，一只。我又看不到他们啊，打毛线啊！虽然有箭头，可是转方向根本不够，转方向的时间不够。我死蛋了！现在是不是把子弹浪费掉不太对？感觉之后会有 BOSS 出来。啊，节省一点。快死掉了！吸两次才会死。喂，补血的，吃，要补满。哇，也射光，但他丢石头了，这样对吗？这怎么打啊？射光在哪里？哎、欸，没用。哦，哇，被打到。啊，先补血，先吃为敬。哦，救回来。没射光要怎么打？忘记了。过去踢他。哼，踢到外太空去。不敢呼吸，你怎么打、啊？勉强闪过，真的有闪吗？其实也没闪，刚好我被打到而已。呜、哦，老鼠哥底下，的，一直到最后一集哦。也不是啊，不知道怎么打、啊。哦，成功了，呵呵，不行。成功了，然后死掉这样。哦，过了啊，没有帮我回血哦，这样对吗？好吧，我觉得后面应该会路上有补血的啦，跟刚才一样啊，怎么玩对不对？哎、欸，都没有，哇，死掉血就满了，哎、欸、呦。哎、欸，没有补满啊！那刚丢，哇，又消失了。继续飞过去吗？那是谁？我想知道是谁。自动保存中，要打 BOSS。Raven， 哎了。哎，那个不是你自己吗？这不是你自己吗？新的力量获得，
什么？是封印啊？他的，你玩综艺吗？连那个什么欲求模式，哎，血没有补满啊！踢，不操纵综艺继续前进。哪尼？哦，要用那个跳跃模式。怎么跳？忘记了欸，教学一下。教学哦，有月球弹簧模式，按叉放开。啊，那东西吃不到了，火箭冲锋。欸，这东西好久没用了，不会用了。啊，谢谢，不能呼吸。啊。这东西除了够教学关卡，有人会拿来用吗？刚好用飞的，来跟你火箭呢、欸。行啊，可以这样转过去吗？有，可以耶、欸！突然觉得我好厉害哦、喔，这样转得过去。啊，这就不行了、欸。啊，让我上去。不行不行，这边比较矮啊。哇，那我直接跳那边嘛，是不是？不能走捷径哦，走捷径错了吗？让我上去。可恶，差一点点，飞歪了，不然就上去了。还是快快的下去吧，不然呼吸。我不要火箭冲锋好了，还是乖乖的压住用跳吧。这么高总飞得过去了吧？他其实有画好路线，是完全不想照那个路线跑。哎、欸，我应该照那个路线跑才对，对不对？才可以吃到那个红色的。哎、欸，但是飞太高会被打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不是只有一个啊？哎、欸，十个哎、欸！哦吼吼。好想把它吃完啊！这还是十个，我们还不认真，吃不到。好吧，算了吧，吃不到。那要对准。哎，这最好有人刚好能按的弧线刚刚好。好吧，可能有人可以啊，不行。哦，一跳屁跳，你看还自己跳了，我被换叉。不是只要轻轻一跳就过去了。哟，四百多个双，这个应该也要用力跳啊。在哪边？对嘴。地板完全不平啊，你要移位置都不太容易。会到，这个时候摔下去应该会重来哦。认真跳，哦，这个难得吃光光，这个应该轻轻跳就好了。看为什么有一个滑行的感觉？这个应该轻轻跳，下面有地方会接住我吧？
太妙了，这不要吃好了。还是过来就好，等等为了吃那个掉下去就糗了。到底跟我上去啊，然后呢这边就完全不给东西吃了，好小气啊。都假设前面都吃好吃满了，是不是？哇，到了，乖乖，不见了。我以为是给我新的力量，结果是把我能力封印住了。哎，我现在被封印在月球模式里。哇，这个模式好难吃东西啊！至少可以让我解除吧。哦，没有掉任何的护符。嗯，哇，跳过去吗？好想飞哦！哎，不对，我可以飞啦！我在干嘛？好想飞哦，然后明明可以飞了，不要跳一下啊！啊啊！可以飞的反而试试看，干嘛这样飞歪了，不行，我把它吃了，要不要回去之前的地方吃啊？那感觉有一两百个人，超多的，有没有？等我，可能要集气跳啊！我不要！哇！我一盘没吃到，我是要飞的，就跟你跳。哦，都怪用飞的，我又改变主意了。啊，飞的舒服多了。回一下，回一下能量条。哎，这个是不是我上一轮没吃完的、啊？现在让我把它吃完这样，有可能吗？好像也不是啊。咦，但是又好像是，好吧，不晓得。哦，明亮的贝斯啊，护符。哎，第二呢？不操控重力哦，不能打。是这样吗？不操控重力。电光到底是干嘛？这样不算操控重力吗？居然没有给我警告，别都丢了。哦，我现在不能操控重力了。哦，是这个意思，所以可以丢东西，但是就不能飞起来这样。现在那个飞的按钮完全没有效果。哇，是死，没事没事，自己吓自己。安莱斯在哪边啊？你这个烂角度谁看得到？哦，给他重生了，好恶心啊！哎哎哎！哦，这个真的很烂哎！
我把自己换个位置算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我不能飞啊，不公平！而且我觉得我跑一跑会掉下面去，不公平，不能飞。你那个绿色吃不到，在半空中。敢乱跳，换掉出去又摔死，还是我会被传回来？这个关卡掉到后面去没关系，会被传回来的那种。剩五个而已耶，啊，可惜。这样重来哈、啊，打眼。哦，没有没有，哦，没事。哦，可以掉下去没关系。但是好像会扣血，我会被扣血。哦，谁 ？A B 的坏人。哇，这是没有呼吸，剩一个敌人，没有失败这样。我被扣血，但扣的不多。在哪里？对，就是你啊！然后现在不能切换模式吗？哇，这么厉害！这也太厉害了吧！有一丢把它关起来，补血，补血，哦，知道了。嗯哼，然后嘞，可以飞了吗？追寻神女，你也知道玩家需要飞行功能吗？飞不飞那边跳？别那么傻吗？然后我是不是应该强化一下那个远距离攻击的技能？去抓五个东西这样子。这样的话用来解挑，解那个奖杯，飞不够叫奖杯。可是我应该继续强化那个重力体质。要去哪里？没东西吃了吗？停下来，看一下周围。好，先没东西吃了，乖乖过去啊。要打 BOSS 了吧？终于把你逼到角落了。我操 ，PK！我在偷看东西哈，我怎么会飞啊？可以，可以换模式吗？不行。哇！哇！这方块连岸啊！这是一个方块连岸的对决。他人呢？你很亮啊！飞高高。飞到没有障碍物的地方，行，有没有在空中然后能抓到东西的地方？我想要一个在空中然后能抓到东西的地方。给他们少血，刚才做白宫，哪里啊？
碰不到人啊。那喜欢他卡，这个应该有个明显的弱点可以打。哇，哎，他装那么多东西，我只能装一颗。这游戏好不公平哦！你可是我打到他了。因为我会把我狙击点啊，我打到他打不到我，完全不可能。谁避开那些碎片攻击？都没打到啊！他是不是放了什么东西把我的攻击挡掉啊？哇，好扯哦！好扯哦！好扯哦！去吃补血。人抓两个，让他一排丢过来。这游戏好扯哦！怎么吃不到啊？人呢？在右边。光找人，找人就倒了哦、欸。而且他抓东西都不用那个。有东西可以抓才能抓，你要讲什么？抓东西都不需要有物品的、啊，直接就可以抓、啊，好爽哦！这真的太过分了。好，我直接到前面平台去哦。欸，突然变聪明了，为什么要在那边打？可是这边没有东西可以补血。这没东西补血，喂，什么场外？哈、啊、哈，不行啊、哦！我操，居然不行！哎呦喂，哎呀喂，什么这东西？哎、欸，他受伤了，所以是一个互丢的游戏吗？然后丢出他，我去吃。原来可以收集那个坏掉的。好贱哦！你可以这样，然后我收集他丢的，没，哎，我没有东西可以丢了，那好跑一点的地方啊，像那个平平的地方，我觉得就不错、啊。这也够难跑的。他人在哪里？要飞来飞去的啊！我自己把我自己放晕了。啊，下一个补品。哇，前往下一个补品。只有一个，他可以丢一堆，我是真的，哎，不公平啊！哎呦喂，因为我没东西丢了，不公平啊！这游戏，而且他丢完的东西我不能拿来用，看来我可以用。欸，然后莫名其妙他少一半血，到底我做了什么事吗？我也快没血了，我发现了，不行，不要跑，这个补品会不会回复啊？哎，吃了就没了。哦，在补品旁边比较有安全感。哎呀，
真的不小心就把它吃掉了。那个大屠杀，欸，我捡不到东西了。哎呦，那要怎么打啊？丢过来的东西不中就碎啊。还是我要一直移动找那种可以丢的。没了。没有补的，怎么在有限的补血当中把它打死？好难哦！他那弹道要怎么闪？咦，我闪过了！哎呀，我还没闪过，打过来瞬间按下那个滑兔，就可以闪掉呢。这是一个神奇的发现，摔死！哎，我没血啊，然后好像没补了，我要放弃了。哦，然后打死他了。哎，真站不住！我在空中都找不到那个可以丢的东西，这游戏真的太不公平了。我觉得我把我的护符换一下，欸，已经换过了吗？什么无限批级加体力上限，刚才应该就有了。好吧，可惜没想到没有补的，要远远点的地方找啊。无敌，欸，他丢的好歪哦，可是我在空中他丢不到的。丢到啊，重来，想得太好了，在空中丢不到我，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嘛，对不对？趁现在丢，那丢不到啊。我也丢得好歪，就只有他丢得歪啊，我丢得也很歪呢。你敢不要跑，大家站在原地对射，哇，不可能，因为我也会跑。那人呢？很重。有没有好打一点的流程？在地上跑，还会自己乱飘啊？要飘来，我飘来飘去吗？我又没有东西可以抓了。你看，为什么都没有东西可以抓？哦，跳！哎，欸，那个红色的怎么又回来了？那个东西可以抓，对吧？想办法避开那些碎片跟虫。欸，不是，我要飞到前面的地方。不行。没办法离开太远，欸，我打到了，哇咔咔，
还是我一直往下摔，有虫子，它又在固定那个点了啊！哦，大绝招，固定摔，摔地上，然后同一个点啊，有东西可以砸，好吧，算了。欸，想得太好了。你的方法行不通，我无邪的吃，没砸到。take 哎呀，我又被打到了，哇，不能太得意，饿了呢，这个时候突然发现那个跳的功能比用飞的好，是我想太多了。地方，这东西都没有东西可以，这地方都没有东西可以捡，这东西都没有地方可以捡。欸，我在讲什么？这地方都没有东西可以捡。哇，闪过了，所以只能趁他在丢东西的时候打他的队友。好，好，好，可是很痛啊，可是我没有东西可以砸。哇，这个时候可以砸。人家闪掉了，所以只有那个闪光出来那一瞬间可以打了。欸，欸，我碎片为什么不见了？距离太远看不到。欸，欸，我碎片不会跟他撞在一起哦，感觉是个好消息。掉哦，还没有东西可以。可以丢了怎么打啊？这玩笑开大了。欸，没有东西可以丢啊。有了有了，知道知道。在哪里？乱丢，可以中，随便乱丢也中，我的命中率怎么变那么高了？哇，那边没东西啊，掉下去啊！懒得自己找路就掉下去，到底会不会扣血啊？会扣一点，掉好。哎呀，好会扣血，不要乱摔，去找个绿绿的，绿绿的，太快死了吧！可是我都没有东西可以丢啊，这游戏太不公平了。哎呦，还是最后要用那个白刃战。那个框怎么那么大，啊？最后一集不是？是最后一集。我后面，欸，我东西被丢了。他人呢，欸？啊？有中吗？不知道有没有中，耶，yeah ！但是我莫名其妙满血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刚才有绿色的让我吃到？太冷嘞！这样吧，哇，好烂角度啊！也看不到人啊！我在我旁边飞，
名额减了。哦，有了，有东西可以捡。还有呢？哦，也被地板卡住，看对吗？这没东西，跳，转。哦，有东西了，跳。还有，旁边，旁边，打啦，好，差一两下，对吧？可是我也没有补品了，是不是？这个设计好卑鄙哦！哦，有了，人呢？哇、哦！哎、欸，我有无限的东西可以丢啊！差一点点，到底谁会先死呢？我觉得我会先死哎、欸！最后一集，啊，再丢一个补血就稳了，差一点都不稳。人呢？拜！靠，没中！反正我要死了，一点都不稳啊！啊，完了！哎、欸，那下太慌张了。哇、啊，那下打中我就赢了。哪里啊？王妃，下面，我看在下面的哦。可惜我不会倒着飞，其实啊，呵呵，哦，没有赢了，差点就一起死掉。哎、欸，把我力量还给我了。不对，这是给我换成重力，重力滑行是吧？滑行我记得是按那个 L2 穿过脆弱地面。哎，哦，敌人可以撞死，在干嘛？你也可以撞死，往那边闪。哦，过来，还能可以撞死，这么开心哦！哎，哦，不行啊，要闪啊，要闪，要闪！为什么刚才敌人被我撞死了？哦，这样我知道了，记得跳啊，就是跳一个，跳一个。跳一个，你太厉害了，自己讲了，我就一跳就赢了啊，切、欸，有什么难的吗？完了，然后飞错地方了，嘿嘿，没事，我活下来了，哦，好贱哦，直接弄一个洞出来，最后应该是有一个超贱的东西就在那边打着，哇啦啦啦，扔到最后我就摔死了。那我们看，偷点个东西，刚才贪心了一下，不然跑那条没有东西的路应该没事。好帅，自己跳就过了嘛，有什么难的，对不对？不好说。哎呀，想说贪一下东西，都摔死了。这可不可以直接用走的啊？试试看哦。哦，不行。啊，前面那关洞窟还用走的，现在不行。那也知道大家都会作弊。
不搞错了吗？我不应该掺东西了，算了，又回来了，回到正常的轨道。哎、欸，我不能用右边的转方向，不然那个视角会乱跳。是我按太大力了吗？我按左边的脚。右边的转方向视角会偏掉，我觉得不好操控啊，而只是个人问题，其实那边比较好操控，哈哈。对，现在是用左边的蘑菇头在操纵瓦斯的，啊，就不回来，忘记那边会陷一个洞了，奇怪，明明第一次有扣，第二次扣不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好像可以去吃东西。来，一个蚕，这才一哦。啊，随便啊，不想吃了。还是那边其实比较安全。还是还好啊。耶，这个时间不太妙。好吧，希望能把这个部分玩完。这个部分玩完。这个关卡玩完，不行的话就中途出个挡关。好，走方面，走方面。上不去耶，技术有那么差、啊？那个边边上不去啊。这个还有一点运气成分，我觉得。不要了，觉得那个轨道太窄了，会滑下來。我们跳过去就好，然后这个会塌下来，就是，它会塌下来，我们就直接在边边卡在那里了。就不要上去好了。哇，糟糕，他又要把那个路弄不见了。对不起啊，是镭射光，是镭射光呢。小空间吧。啊，其实没有那么难啊，你把它搞得那么难。OK。又不能改变模式。发一下看有没有护符好。哦，三千呢？如果走过去那就坏了。哦，没有护符。耶、yeah, ，我可以飞了！哎、欸，按错，我现在在按防御，这个比较补啊，十个、欸。哎，哇，这个飞太快了、啊！哇，好难哦，这个东西怎么那么难？现在在写这个飞太快。它好像还有一个惯性，就不会停在你想要停的地方。啊，应该有漏掉，算了，太难飞了。先把这个打爆，还是我应该过了再打爆它。哦 ，KO， 承受试炼，怎么又被打啊？哦 ，PK 喽！我又是你，对，我也要考官了。这不可能跟我机器飞机嘛？哎，达到了，莫名其妙达到了。哦，哎呦，也没血了，补一下。在哪里？诶、欸，
的呢？哦，他也是会丢这个球，大球撞小球，哇，又飞踢。哇，他的球好大！哎，我砸只扣一点点，好不公平哦！哎，其实他砸到我位置有扣一点，人呢？扣不到人。收集碎片时出击，是我有东西可以摆，这些都没有那个不需要收集物品的远距离攻击。哎呦，这样要求会不会太严格？不需要收集物品的远距离攻击，感觉会有这种目标。啊，好炸！低下那个大伤害到底是怎么达到的？自己都想不透。喂，我要飞踢过来，闪掉了。人呢？哎，怎么会停下？嚯，爆头顶打！哎，哦，你厉害，我吃补血。嗯，他已经觉得，哎，你都一直吃补血，不知道怎么打。哎，因为我是那个 boss， 应该会这么觉得。都一直吃补血，我知道怎么打啦。这招可以闪，哇！你那个闪避有时间的，哦，跳一个，跳好低哦！能趁到集气的时候跑，他不想集气，用飞踢。好卑鄙啊！这卑鄙 NPC， 这有没有那个一个按键是能把敌人锁？哎，怎么锁定的啊？不知道哎，这个可以滑行啊！新招式，滑行锁敌。在哪里啊？把我自己晃晕了。不要这样好了。哎呦！第二必死，不中了。这个都没有锁定视角的功能，这样应该好打很多。然后可以锁的时候，又说我都看不到路要怎么走。哎呦，没死了！啊，吃毒品。你要平常在飞机的时候，我们会打他、啊。你什么都不要管，乱丢就对了。这我没有碎片可以收集。什么人呢？打得超歪，没砸到啊！还有人，
超帅，只是我不知道我在干嘛，在那边滑行。没东西捡了，啊，好烦哦！那个打王是不是要很有耐心啊？我除了一开始打到那几下都打不到他了。好需要，好需要拉我帮打。嗯嗯嗯，好，没有空关麦，开始。哇，这时候反而没东西可以捡，那怎么打他？哦，没中。打他打他，咦，打到了，少一点点，我没血，补血。飞下去吗？会。哦，自由落体。这样输了吗？是会被传回来？哎，输了哎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不是可以飞到外面去躲？哈哈。这样。哎，哎，不能自动瞄准。不行，这张打不中。犯规哦！哦，我视角会乱转，一用滑行就乱转。滑滑滑滑滑，我滑哪去了？呵，呼吸。他没有光了，没有没有，是没有飞而已。哦，没砸到。好不容易他放大之后，我找不到碎片可以捡，超故意的啊！他不放大之后的时候就一堆碎片哦。在放大超的时候，我找不到碎片。因为要飞起来，为什么要飞起来？打不到一半起，也没补品了，GG，我没有补品了。要不要重来啊？没补了。还要再试一下，找一下规律。啊，没什么规律啊。我打那么傻、啊。那个大伤害到底是怎么打出来的？一直都超怀疑。这个球好像他的，结果是我的球。你这么远就丢啦？奇妙，有中还可以丢那么远啊。那闪不过，好被踢死了。没东西捡了，然后我捡完他就不丢球了。滑一下就闪掉，是不是？哦，我会闪了，我是没血了。看能不能无伤，留拉一个炸。那
但是不可能无伤啊。什么东西打到我？哦，他的重力飞机，冲击波。自己把自己晃晕了。在我没血的时候，我终于发现打法了，是没有任何屁用。哦，没事，这也没打到他就是了。呵呵，哎，也没中。哦，打死我从来不要。哎呀，哎，没死哎，为什么没起来？残血。二怪。我那个护符到底有没有换？看一下，来，承受试炼，哇，打不完嘞！停在这里好不好？一年异兽已经换了，那是我把那个战斗技巧强化一下。用力抓取，然后去跳个垃圾，继续拿的物理格挡。反射任何丢向也可以。可以反射哦，重力收取强化，知道吗？通常灌下去啊，我应该先存个档再来灌。一级补充，哎、欸，可以不用看到那边跳，好吧？好，再打一下。欸，原来我跑了就可以躲过去了，就一点，你看管轮子哎，爆头蹲法，可以用。这个飞梯到底要持续多久？也不要一直这样踢吗？滑下去了，还想说我想要怎么打，结果并没有。哎、欸，这时候没东西抓，欸、散掉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的东西会解体？中，哇、哦，打好少哦！这个只能让慢慢磨啊！哇，我不想打了，下次继续去偷看一下攻略，不然打到民国几年。OK， 那今天就先开到这里好了，先收台啦。